各位弟兄姐妹早安，早安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刚才的会前祷告是不是充满了力量？阿门。是不是也提醒我们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要不停的做新事？阿门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命过得好好的，我们就顺水推舟就好了。为什么一定要跟这个世界，冲着这个世界潮流，就跟这个世界往反方向逆行呢？但我们知道，我们神是做新事的神，他万事都要更新，凡事都要更新。我们要他给我们盼望，他要给我们自由，他更要让这世界上所有受到捆绑的灵魂都得着自由。阿们。好，让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我们求这首歌来大声的敬拜赞美我们的主。神要赐给我们生命，神要赐给我们盼望，神更要给我们受捆绑的灵魂自由。阿们。给我们更多的掌声，来荣耀赞美我们的神。赐我新生命，拥有全新盼望，得到完全的自由。你的自由在我心，赎回我生命，全以耶稣基督宝血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全心来敬拜。有你万事都可能，你荣耀，我们要来高声唱，我们高声唱，全地都宣扬，同心高举全能君王，你荣耀掌权，主你大能叫一切都甘心，我们。全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让我们跟身边人说，你要为主发光，我们要为主发光，全世界都要为主发光。阿们。来，主要赐我们新生命，主主赐我新生命，拥有全新盼望，得到完全的自由，自由在我心，赎回我生命，全以耶稣基督宝血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万事都有可能，我的万事都可能，你荣耀掌，我们要来干嘛？我们高声唱，全地都宣扬，同心高举全能君王，你荣耀掌权，祝你大能叫一切都甘心，我们已得释放，不再受到捆绑，你是一切所需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。这个世界也许跟你的事与愿违，但这世界的浪潮之大，有后把我们推向这个世界的角落，推向我们黑暗的阴暗里。但主啊，你是光，我们要来跟随你的道路。主啊，你是能力量，你是盼望，我们要跟随你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让我们来更多更多的。高声唱，我们高声唱，全地都宣扬，同心高举全能君王，你荣耀掌权，主你大能叫一切都更新，我们已得释放，不再受到捆绑，你是一切所需，愿世界看见我们。我们
去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愿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我为主发光。阿们，我们要为主发光，我们要大声的敬拜他的荣耀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很多时候我们要做新事的时候，神要做新事的时候，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有的时候都充满了不安，充满了忐忑，感觉生命要改变了？当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想要好好的过我们日子而已，我们不想要做新事，我们不想要向前推进，我们不想要传福音。但是神啊，你要带领我们的道路。我们身为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灵魂，就是要跟随你的道路走。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跟随你主啊，你也要看顾我们。阿门。
在这世上，我们就需要你的依靠，我们需要依靠你，我们需要你的手来扶持我们，我们需要你来指引我们的道路，我们需要你的光，在无时无刻在这世上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来依靠你，我们唯独依靠你，求你带领我们的脚步，带领我们的步伐，让我走在这世上可以趾高气扬的自称为一个基督徒，成为一个自由的灵魂，给这世界上更多更多捆绑的灵魂自由。以上祷告奉你的名，阿们那我们将荣耀掌声归给主，阿们哈利路亚。各位请坐。